宝贵的食物。老板，我也想吃午饭。这里连根草都没得吃啊。儿子，百宝袋里有啥能吃的吗？有只鸭子。香蕉鸭子，这个怎么吃啊？不行啊。臭袜子的味道怎么样啊？臭袜子还是不行。这个呢？不行。这个呢？这个不行。伟伟超人，总行了吧？百宝袋也救不了空肚皮呀、老爸，我饿。老爸，那不是我们丢的苹果吗？救命大灾，快追啊！追老爸，我来帮你。压死我了，臭小子。这个真是来之不易的食物啊，可不能浪费啊。罐头狗也饿了，我给你。好吃啊。老爸，要是我们每天都有苹果吃就好了。放心，儿子，老爸早就想到了，这不是苹果核吗？只要种下去，那苹果就哗啦哗啦地来了。哇，老爸真聪明，这样我们就拥有一个苹果园啦。来，乖宝贝儿，我们一起把苹果核种到土里，这样就有吃也吃不完的苹果了。好怀念果园的美好时光啊。老爸，还有多久苹果才长出来呀？别急别急，到秋天就长出来了。啊，秋天。我忘了这茬了。老爸，现在才到夏天，等苹果长出来咱们都饿死了。这长完了。吃什么呢？吵啥吵？没有苹果给你吃了，走开！我的百宝袋，还给我！你要把我的袋子拿到哪里去呀、还给我！臭小子，都快饿死了，还管啥百宝袋？果子吃，现在看你往哪儿跑。跑得我又饿了。老爸，他在刨什么东西呀、这个箱子是、破铁罐儿。
来，宝贝儿，我们就守在这里等着苹果长出来吧。